现场英国数学教父阿蒂亚逝世。当地时间12日，英国皇家学会发布讣告称，数学家迈克尔·阿蒂亚爵士于一天前去世，享年89岁。阿蒂亚生前曾任爱丁堡大学数学学院荣誉教授，他还曾担任爱丁堡皇家学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主席。阿蒂亚教授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工作多年，他与20世纪后半叶最著名数学家之一伊萨多·辛格合作，证明了一个定理，揭示了数学和物理学之间不可预测的联系。在他的倡导下，剑桥大学建立了英国剑桥牛顿数学科学研究所，并由他出任首位主任。1990至1996年，2018年10月，他声称已经解决了黎曼猜想，这是数学界最著名的未解谜团之一，当时引起轰动，但后来发现这个证明并不成立。记者梁涛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声明，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。